地方選區咧係大約有183萬名嘅選民投咗票，咁累積投票率咧係大約53%嘅。咁2008年嘅立法會選舉咧，同一時間嘅累積投票率咧係45.2%。咁其中咧係有167萬名同時係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嘅選民投咗票，咁佔整體嘅選民咧係51.9%。至於個投訴數字方面咧，係選管會選舉主任同埋投票站主任咧，今日係一共收到2170宗同今屆立法會選舉有關嘅投訴。咁我哋會按既定程序咧，盡快去處理㗎啦。